你像那个车啊，不是车吧？那个船啊，那不，写 boat 啊，是什么方向？那些东西啊，写了你，不是写名字，写方向。现在，等一下我教你，如果不会的话，你看，不是写东南西北，跟着次序罢了。可是好问题，好换鸟，你看好来，你要读那个题之前。他讲，如果你现在面向的是太阳日落的地方，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前面是什么方向先。现在，那。你的巴拉东，所以你前面是巴拉，然后你要分东南西北。现在，啊，其实我已经倒转出来了，你要看清楚那些。OK，大家做完了没有？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题啊。OK，他讲，kita dapat menggunakan apa sebagai panduan untuk menentukan arah mata angin？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去决定那个方向？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决定方向？什么东西？来知道方向，你用地电炉去干呗。来知道一个地方的方向，我们可以用两个东西嘛，一个是用compass，一个是用什么？Matahari，我们可以用 Matahari，yes，bagus。Matahari，太阳啊。Matahari。OK，现在他讲，当你站在你面向啊，不，你立马喊掉，跟阿拉马达哈利德比，马达哈利德比就是日出的方向，dan melepaskan dua belah tangan，你张开你的双手，所以现在你面向的方向是Timor。Timor，OK，Timor，然后你的后面就是你的。Barat。Barat, bagus, Barat. OK, 现在你的 kiri 是什么？左手边是右手边？左手边是什么方向Utara。？Utara, bagus. 然后你的右手边当个 kanan 呢Selatan。Selatan。Yes, Selatan. Alright, 现在看，他讲如果啦，现在还是转一个方向啊，还是转了啊。他讲现在呢，如果啊太阳升起来啊，是在 LV 的后面，现在太阳它已经转方向了啊，现在是从啊后面升起的话，然后跟第一个维加兰哥斯多拉，然后他走路去学校，太阳它从啊后面升起来，现在他的右手边 Kiwi 是什么方向了嘞？他现在的方向是？斯拉蛋，为什么是斯拉蛋？你看哪里？因为楼梯也高。你看，现在哦，这一边是太阳升起，太阳升起是迪摩尔，对不对？所以这边是斯拉蛋了，对不对？哎，迪摩这边是斯拉蛋了吗？哎，所以巴拉巴拉，我讲错了，这是斯拉蛋呢？巴拉巴拉，这边是巴拉，对不对？然后这一边是什么了呢？现在？拉蛋。这边是我的斯拉丹，这边是我的乌达勒哦。超短的什么的？啊，所以啊，东南西北它是不会换的，看到吗？东南西，哎，所以东南西北是不会变化的，它变化只会方向变化了。啊，所以它的左手边就是我的斯拉丹 S 来的。是完蛋。因为他讲太阳从阿拉后面升起来嘛，后面就是我的这边迪莫咯，前面就是我的迪奥嘛，所以自然而然我的左手边就是斯拉丹，右手边就是我的五达热了嘛。Clear？OK，第七题也是很乱的，第七题还要转来转去啊，现在啊，现在他跟你讲，如果你现在像这个人这样站在。面向那个海岸，
可是呢，这个海岸里面向的地方是太阳日落的地方 ，Matahari terbenam。所以我的前面的话是什么？我现在这边是什么方向？啊？我现在我要看这个前面的方向先。你看啊，我画一个十字架在这个人这边啊。啊，被钉在这十字架上面。所以我这边的前面是他的日落的地方，日落的地方是 Barat， 对不对？哎，什么古达人错了。然后他的背风是什么？他的皮骨这里啊，他皮骨这里是底毛，对不对？底毛。OK， 然后他的右手边呢？乌塔拉。啊？这边是乌塔拉，对不对？然后我这边呢？色拉丹。现在你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的方向了。来，这个是什么 ？B 的是什么天？这个。底毛拉乌。哎，不是，是巴拉拉乌。巴拉拉乌才对。OK， 巴拉拉乌，写上去。然后第一个容易啊，你就是乌达热了，对不对？你是乌达热。然后我们看这个 speedboat， 这 speedboat 呢，在色拉丹跟巴拉的中间哦，巴拉达亚。哎，我相信这个是男生会比较做的比较好，为什么两个不会的？男生的方向感会比较好的。OK， 然后这个人呢？排球是色拉丹啊，啊，然后这个高脚屋，高脚屋是在丁加，蒂莫跟色拉丹对，登加拉呢？哦，这是登加拉，你都没到身份。不可能，考试就一中止来搞乱你们的。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底膜，底膜老问啊，考试啊就会出这样子咯。男生的方向感会比较好，比起女生。这个是啊，他们做了研究告诉的。哎，我跟你们讲啊，考试就会出这样子，知道没有？你要搞清楚，他跟你讲，他通常就会讲，你现在面向太阳什么地方，太阳升起还是太阳日落的地方，然后叫你才要知道这个辨认每一个的方向，正确的方向。这个是考试出的方式啊，考试他不会问你哦，叫你写出这个四个的这八个主要的方向的，没有这么容易。OK， 他出的就会出这样子的 pattern。因为他也就是要考你们会不会那个方向，你们头脑转不到，转到是转不到，转不到句句哦。句句的。对。OK， 杨色都是杨色都是你的不？哦，色都是你的啦。来，第八题，我们先做第八题先。Boss sekarang soalan lapan。Tengok ah, ha? Hayat ditulis betul atau salah? Saya bagi 2 minit buat. Maksudnya setia kerana kemudian yang berfungsi compulsory. Okay.还是不要那个是上次打个比方说，那我们要问，要问，
第九题也是可以做啊，大家做第八、第九啊。第几题？第几题 ？A 跟 B， 第九的。八八。第八的 A。B。的答例是被那个美内毒打了 C 这 C 这对吗？哦。好了吗？来，我们看第八跟第九啊，我们做完这两题了。来，我们做完这两题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第八题 A 的。Jalan Kompas sentiasa menunjuk ke arah selatan， 对还是错？错。错，它应该是menunjuk ke mana？ Utara。Utara， yes。所以你的写对了，上答案在旁边呢，哈， Utara。所以这是错的。然后 B 呢 ？Jalan Kompas tertarik dengan magnet di kutub utara， 对吗？对。对，但是它的争议是会往那个北部去的吗？所以这是对的喽。OK， 然后是 ，B 哦，因为我写不到嘛，这个是你们写不多少啦啦，写对错也是 OK 啦，那是练习吧，没有不用太在意。OK， 来第三的 C 的，还有 Kompas mesti diletak dekat dengan peralatan besi wo， 对吗？错，错了。错啊，不可以靠近 besi 的，是错。应该是要 diletakkan berjauhan， 是远离啦，dengan peralatan besi， 所以这个错。D 呢？Terdapat dua jarum utama dalam kompas. 错。只有多少个加入五档吗？只有一个罢了啊，只有一个，所以是三度这个错了，三度罢了。哇，错对错错。这个男生是一对。OK， 然后第九题是教你什么？用 compass 的方式 ，the steps 啊，所以第一个的 step 是什么东西？第一个的 step 是什么东西？哪个 ？A。Orientation 是 B 转动那个 compass 哦。B， 你应该是 B， 呀，是有诺言的呀，你要 believe menghadap objek yang hendak ditentukan， 你一定要。站在你面对你要看的方向吗？那个东西的方向吗？那棵树的方向吗？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B。OK。哇。然后 ，after that 呢？你站住，你面向好啦。你就要把你的 compass 放在 permukaan yang rapat 跟远离有任何的 besi 的地方东西啦，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二。第二。嗯 ，good。然后 ，after that， 你面向它嘛，然后你就要开始读那个 jarum， 对不对？你读 jarum 之前，你要移动那个 jarum， 一直到去到它到那个北部咯，所以这个是我第三。然后最后的你才把车你要看的那个方向，这是第四。
Boleh? Oh. Boleh tak semua? Ini apa yang saya buat? Eraser. Thank you. Faham faham semua? Saya tak boleh faham. Terutama ini soalan ini. Saya tak boleh faham. Saya tak boleh faham. Saya tak boleh faham. Saya tak boleh 第八题 boy 的意思啊 ，OK， 你看啊，第八题 boy 哦，你没有发现到为什么我们转我们的 compass 啊，我们的指南针，我的针哦，只去北部的，对不对？它一定会往北部去的，它不会只去南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受到这一个，你们听啊，它受到这一个孤独不打热，就是我们的北极那边的这个地心引力。Magnet 的孤独不打的北极那边的引地心引力吸引，所以还会一直会往这个北部去的。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地球。OK 啊，为什么地球有地心引力？因为就是有地心引力哦。啊，它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孤独不打的 magnet 影响到，它一定会指上去北部的。明白。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变。然后这个第九题我讲是很重要的，来 ，Sorry，Thank you， 你一定要去背它的 steps 啊。OK， 好，剩下的我们就下一次才做啦。还有同学，看有人讲，我们要去补习中心拿这个罗大，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只有一份这一张纸罢了，其他的手卷没有纸啊。我们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或者是车油钱啊。哎，我们直接用这个。online 你们我开给你们看就好了，不需要去哪里拿啊，没有这个必要。好了，你们可以下课啦，我们先到这里先，今天 ，OK， 再见大家，拜拜。好，再见，再见哦。哎呀。